这个我看嘎啦那个视频，他好像有说过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卡 bug 举报他。那我死一次，我的筒子能不能变快？我想我的筒子快一点。我要突回。团战打龙王太难打。他一直 A， 他把小兵吸住。他在小兵后面，他是 Q 不到我。为啥我还是掉血了？我不是在小兵后面吗？当心炸药桶！他们对悲惨一无所知。他直接吃药，好稳。被压了三打，他回家他要 TP 出来，赶紧把线推完。那我这不是要一直被他推线吗？我丢！先 Q 一下，你要再 Q 接点燃，感觉好像不用给点燃了。好受多了。龙王后期疲软是吧？行，那我就拖住，稳住，拖到后期再和他打。拖六十分钟，哎呦丢！我拖六十分钟应该能打得过了吧，哥们？谢战犯1163初烈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后期秒你，弹幕不是说他后期疲软吗？弹幕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是弹幕说的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
要是不叫 W， 我基本上是没有机会杀的。哎，这太痛苦了，好恶心啊！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我虽然失去了肉体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妈的！炮被抢，不然真有点机会。我要把名打不你家的吗？老版龙王不如这个版本龙王一根毛。兄弟们，我说的对吗？哎，龙王这个英雄好像确实改完版之后就没有，基本上没有见过说怀念老版本龙王的，这是比较少有的。你看其他什么刀妹剑姬什么的，一改，哇，我好想念剑姬以前一秒五刀，对吧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。以前有个龙王叫冠军，挺厉害的。是的呀，我以前在一区经常排斗他。冠军还有一个迟迟。还有一个以前是叫法圣来的玩龙王，也玩的挺厉害的。国服有那么四五个玩龙王都玩的挺厉害的。还捅了我操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杀出闸。龙大根也可以，对的。龙大根，龙大根以前走中路被我乱杀，玩龙玩。大海人们背叛了我。我记得以前在中路对线的龙玩好像只有迟迟能打得过我。其他龙王对线要么被我压，要么被我杀。你知道为什么迟迟能压我吗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逼玩龙王点15点攻击力的，就带符文带15点攻击力的，其他龙王是带的法强，带的法强什么东西，带的法强打不过中路船长。然后那个迟迟带的是15点攻击力，我记得对线就一直 A 我，他妈的。就他不带法强，他带15点攻击力。劈头！不是适应之力，那个时候没有适应之力，那个时候要么攻击力要么法强，要自己带的。他带15点攻击力，以前那个符文红色都带攻击力的话就是刚好15点，红色和大精华带攻击力的话就刚好15点攻击力。他带攻击力 A 我的话，我就扛不住他伤害，他毕竟是守伤英雄。死亡的潮汐，你死
想多了。阿龙想多了，阿龙。龙王出的时候还有符文，有的，真有真有真有。哎，我是不是应该去把那个塔拆了？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我要把炮。因为符文夜还在的时候。那是 S7 的时候吧， S7 的时候符文夜都还在呀， S7 的时候那符文没改， S7 以前都是有符文夜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带的那个相位猛冲，然后符文就点穿甲嘛， S8 过后就没有了。不，16年，17年都还有啊，17年都还有符文呢，18年那个改了很多天赋，就是那个洗涤器有个那个抽钱，就从 S8 开始改了那个符文，就改了那个天赋就没有符文，符文直接删除掉了。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Killing spree。是的。S7 的符文是什么蓄血啊，战争热忱啊，这东西，雷霆啊，相位猛冲啊，我们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的奖励。伤害你，嗯，那个时候普朗东和我谁强，看你拿什么比，要是船长地位的话，那个时候确实我不如他一根毛，你要是论分数的话，那这个就反过来了。 S7 一整个赛季没有人，除了那一个小明分有800多分，其他船长分数说实话真没我零头高。你以为阿迪在吹牛逼，其实并没有吹牛逼，实话真没有我零头高。比尔吉沃特的鼠辈，你要是说论船长地位的话，那个时候确实我真不如他一根毛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十月是 S8 过后才上分，就过完 S7 的后面才上分。我记得很清楚 ，S7 的话只有我分是最高的，一整个赛季。S8 过后就 S9、S10 十月份就搞。嗯，兄弟们，我卡。现在是渔夫船长，渔夫船长现在峡谷分高，韩服的话就是我分最高。现在我峡谷没打没有分，我峡谷掉的钻一动都没动。要是说现在论韩服的分的话，我们国服这边没有船长好像分有我高的。
操！我韩服多少分？韩服这个月啊，550分呀、啊。这个月是550分，后面掉了我就没打了，主要是被搞了，停播了两天，被搞了停播了两天，把我状态搞没了，两天没打游戏，状态都没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没有失去灵魂。不是200多，没有啊，我直播打的550分呐、啊，大哥。分数真没得黑呀、啊，大哥，分数是真没得黑呀、啊。要么团中去吧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吧。连王者都没到，没打的。Rampage， 又一个。没打的，我打韩服，你知道，我不是跟你装可怜，我打韩服，礼物钱又收不到，人气又掉，贵宾席又掉。广告人家都给我撤了，你看我现在又回来打游戏，广告又有了，多爽呢！这个东西还是心急了，感觉还是因为穷，有钱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想上分我就上分，要想赚钱的话，对吧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这把队友优势太大了，不能让我一个人爽。